创业一定要坚持，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当初的选择，当你坚持到最后，就是成功的那一刻。由咖啡以摄影为主题的咖啡室，并与多个本地文创团体合作，以咖啡室作为展示及集合平台。创业之余，更推动澳门本地文创发展。天王汽车坚持对汽车的护理做到最好，自开业以来已经为超过35000部名区提供卓越的一站式汽车美容修护服务，并设零售业务，将大众眼中较低技术的汽车服务行业专业化，用心坚持，给澳门青年创业者一个好榜样。